《法华经》上的龙女厉害，她顿超，她不要一级一级的，啊，而且龙女8岁呀，小女孩呀，啊，放下起心动念就成就了，啊，一生顿证，啊，顿悟顿修顿证的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个。 榜样，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个榜样。啊，我们看到身心不一呀、啊，可是我们自己业障很重，想放下放不下，这个东西很麻烦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法门很多嘛。啊，诸佛菩萨、祖师大德给我们实现。 我们确确实实可以接受，可以修学的，老师念佛。啊，老师念佛要成就秘诀在哪？秘诀要放下外缘，知道这个世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个世间就像《金刚经》所说的“梦幻泡影”。啊，不要再认真了。 不要再执着了，这样念佛呢，你会得三昧。啊，功夫先由功夫成片，哎，再慢慢的提升到四义心不乱，到理义心不乱，理义心不乱就成佛了。